内心的感觉一个美好故事，难道我的暗示不足够去让你知内里意思？谁又信多数女子极想都不会直言浓情蜜意，只想保护这份情感，一切不得已能做到已做仍没法子。难明时就暗恋，多么理智当中可感到身体语言提示，从未讲喜欢两字，便说相恋要及时，在最好那时光开心过，爱情还是没有开始。纯良地如同白纸，从来都一心一意，我却自难达意，不敢表白继续如此，是我担心你，是我不想你有事，明明在意你却误会我不会是真意。相恋要及时，在最好那时光开心过，爱情还是没有开始。纯良地如同白纸，从来都一心一意，我却自难达意，不敢表白继续如此，是我担心你，是我不想你有事，明明在意你却误会我不会是真意。还在对坐甜蜜的感觉是得幸或失事，旁人在说太多都不介意，只想得到你一只眼神提示，自言自语多少比喻，你怎么总要怀疑是我使你受伤，即使痛哭几次原来没意思。纯良地如同白纸，从来都一心一意，我却